诗仙李白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与王之涣的更上一层楼发享菜名。第二届的唐奖盛宴将吟诗赏词的风雅融入饮食，我们也把台湾的生活在地的食材那透过多样化的方式来让我们这个得奖人能够体会我们中华美食、台湾美食的这方面的意义跟价值。不止吃美味，呼应唐奖永续发展的精神，经典佳肴全是吃在地、食当季的永续理念。台湾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可以品尝得到，但是我们经过师傅的巧手，把它转变成一个高级的料理。高雄冈山那种羊，去去骨头，然后要绑起来，绑起来还要去煎，煎到两边香香的，再去慢火炖，煨三个小时。煨完以后还要等它凉了才能切一片一片，这个非常之费工了。还有阿里山爱玉、金山地瓜、澎湖的龙胆石斑也入菜，到底台味更上一层楼，要让专程来台的贵客们念念不忘。记者丁明杰、黄秀敏特报道。